我认为把人类送上太空，可以说是古代活人献祭仪式的现代翻版。只不过献祭对象是浩瀚的宇宙。早期的太空人勇于冒险，他们非常勇敢，他们担任试飞员，试飞早期的喷射发动机，殉职的人不在少数。挑战者号正朝着顺向航程飞行。显然有严重故障，下行链路已断讯。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悲剧在所难免，这一切都是探索的必经路程。胆怯的人无法掌握未来，未来属于勇者。